连续有规律的加法。知道我要教什么吗？知道。各同学知不知道？什么叫做连续有规律的加法啊？来，比如说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，啊，这个是不是连续有规律？对。有。连续是一二三四五，它每一个数字都相差一。好。那比如说。二加四加六加八加十，有啊，来这个有都相差二，有什么规律？有，也有规律啊。如果说我要算三加六加九加十二再加上十五，有啊，都相差三，这样知道吗？像这样子有规律的哈，像这里是加到，啊，当然你也可以加到一百，知道吗？也可以加到，这里二呢加到十，那你也可以加到一百。那三六九十二十可以加到九十九，可以加到九十九或者是一百零二，有没有听到？有没有听到？这都是有规律。那有规律啊，比如说一加到一百，或者你也可以算说从五加六加七加八，有规律，要把它加到一百。来，这个是不是都是有规律的？都相差一，这样知道吗？知道，我没有。哦，我今天要教各位同学有规律的加法，记住啊，记住。然后等一下呢，你们在讲三角数的时候呢，你们所被安排的数字呢，就要用这样子的方法去处理。还记得我们的三角数是什么吗？记得。三角数第一个是一，第二个是，那么第二个呢是一加二。第三个呢是一加二加三，好，一直到第十个呢是一加二加三加四加六加七加八加九加十，知道吗？刚刚有被分配到十五的，就是从一加到十五，知道吗？那你呢？你是加到十二，对不对？十三，我是加到是加到十三，很好，那你就加到十三，从一加到十三。那四边形数之后。直接讲十三乘十三，十三乘以十三，结果是多少？一百六一百六十九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讲有规律的加法。你当你看到有规律的加法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处理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教你们怎么处理哈。那教完之后，我会跟你讲一个想法。如果以后你看到有规律的加法，那么你们就使用相同的方法去处理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来看哈，我们先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来处理啊。我们看，如果说是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一直加啊，加八加九加十，来这样子加完之后，就会是你的答案。那你要去算这个答案等于多少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嗯。啊，算出来的答案呢？不知道。算到十啊，其实也挺好算的，不难算。你慢慢一个一个算，其实很快就算得出来。嗯、但是我们很害怕，他在教，如果说题目啊，叫我们加到一百怎么办？我一千。加到一千怎么办？一百是五零五零。如果说只是叫你加到十，当然事情就很好处理。五十五。他叫你一加二加三也很好处理，对不对？五十五啊。一加到十，依你们的年龄也可以处理。五十五。但是要加到一百就。五零五零。就有点花时间。五零五零。对。对啊。是不是？就一百到一千是要更花时间。是不是哈？看啊，这个会是一个答案。一百零一啊，有五十个。好，这里是一个答案。那么，如果说我把这个答案反过来写，那么请问这个答案会不会改变？不会。不会改变？不会。不会啊。意思是说啊，二加三，你把它写成三加二，答案还是一样啊。一样的。对不对？各同学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来，来，各位同学，这样子的答案也不会改变。为什么要这样子算？因为我们要这样算，其实就是很麻烦嘛。但我跟你说过有其他的算法，像有人想过其他的办法，我等一下再跟你们说，还是不说了。
不说了。说了。来，我们说一下这个办法，这是有一个人想到的办法。你要想另外的办法也可以。那这个呢，是有一个古老的人，他已经死掉了，他叫做高斯。哦，他是数学王子。高斯他想到的办法，好像听过。你也可以想一个办法，知道吗？你可以想办法。看你要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来，我们学一下高斯的办法。高斯的办法是说，这样子会是一个答案。我知道，这个也会是一个答案，知道吗？那么我们把这两个答案把它加起来，那你这样子是不是答案算了两次？然后再答案是不是算两次？对。你一遍再加一遍，是不是算了两次的答案？再除二，对啊，再除二了。好，这里啊、哦，来前面这一个，加上最后这一个，十是不是最后一个？对，这里是不是十一？全部都十一。那么九加二也是十一，八加三也是十一，到这里啊，每一个地方呢都是十一。来，请问你现在哈、啊，十个，十一有几个相加？十个。来。十一是不是有十个相加，会是你答案的两倍？所以你的答案呢，就会是十一乘十除二。对，这样子知道吗？这样子你的答案就算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知道吗？好，比如说一加到十，它的答案是五十五。主任，可以。主任，那个直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直接用那个里面相加，不是有五个十一，这样子不是更快吗？对呀、啊，也可以。那这样子好了，请问你啊，请问你，请问七加到三百五十一，这样子加法，七加八加九，连续的整数相加，啊，答案等于多少？请问里面有几个？你这里是不是看得到是五个？这里是不是不好看？是不是就比较不好看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来，弟弟，弟弟，这里很好看，有五个，好，好，这里很好看，有五个，可是这里不好看，知道吗？他刚刚讲的没有错哈，我刚刚说有另外的办法，就是说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加七。加八加九加十，这个时候呢，你要把每一个数字都写出来。你打算写到一百吗？如果叫你加到一百，你要不要写到一百？不要。不要。好，来，你看啊、哦，结语的意思是说，第一个跟第最后一个，这里是不是十一？对。这个加这个是不是十一？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加这个也是十一。这个加这个呢也是十一，这个加这个也是十一。来，黑板上面红色的粉笔字有几个十一？十一有五个相加，所以答案是五十五。结语这样子想是对的，只是说哈、啊，当你出现这样子的数目字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比较辛苦一点？知道吗？好，来，记下来这个方法没有？知道吗？我们现在来观察一下，来观察一下这个十一是怎么来的。嘉佑，你说这十一是怎么来的？这个十一是不是这个加上这个？嗯。这个是第一个，这个是最后一个，对不对？第一个跟最后一个，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有没有懂？有没有懂？请问你们班上有没有座号？有。第一号跟最后一号，懂不懂？懂啊。班上第一号是谁？有没有一个影像出来？有没有？有。最后一个有没有影像出来？有。把那两个人挑出来。各同学有没有听懂？听懂了哈。来，这是第一个跟最后一个，知道吗？好，请问这里，刚刚我叫杨杰宇算的这一个，第一个是多少？七。最后一个是多少？三百五十一。有没有很难？没有哈，来，第一个跟最后一个，专心看啊。
这里。来，第一个和最后一个，这样知道吗？对啊。好，第一个和最后一个，看你选几个。那这个十是什么？十代表有几个人，几个项目？请问这里有几个项目？一到十有几个项目？十个项目，知道吗？这个十叫做有几个相加，有没有听懂？有听懂哈？有几个相加？来，所以说呢，再除以二，对不对？这个二叫做两个答案，你只要算一个答案，所以呢，你再把它平分成两份，对不对？对哈，好，把它擦掉，全部加起来，它的答案会是什么？会是第一个，再加上最后一个，看它有几个相加，然后除以二，把它抄上去，把它抄在讲义上面。这个 A1 呢，代表第一。349，那个 AN 呢就代表第，所以总共那个项目都有349 N 个，因为345，然后呢 N 呢代表几个，好了吗？好了没有？好了哈，我再教你们另外一个。如果说是一加二加三加到100要怎么算？第一个是什么？一加一百。最后呢是100，总共有100个相加，除以二。王家伟，除以二要把它写成分数。吴家佑也是。杨杰宇，除法要把它写成分数。国小四年级教的。除法把它写成分数，五年级教约分，教约分，这就是50。那么呢，这样子乘完呢，就是5050。好，问题来了，问题来了。如果说是连续的整数相加，从一开始当然是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是不是？来，如果说来专心看哈。如果说我从五加，五加六加七加八，一直加。如果说我要把它加到12，怎么算？好，来开始看啊。刚刚主任说，连续有规律的加法，第一个加上最后一个，然后再看有几个相加。请问有几个相加？8个。八怎么算的？12减5加1，很好哈、哦，要12减5加1等于8个。好，这里啊，我要跟各位哈讲一下。来，这个贺兆贤之前有问过我这一题，为什么要加一？因为那个同学，我跟你说哈，这样算出来只。只是那个，这个是一个乖，只是他们有差多少啊？其实他们还有一个数在那边。对啊，各位同学，这是一个关卡，你这个地方间隔还有那个数目是不一样的。间隔这是一个关卡，一个差是数，差是间隔。间隔，可是它是算出所有数字，它要再加一，还要加上那个这第一个。如果你不会，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。我呢？这个今年有新收一个学生，在大概是4月份还是5月份的时候，有收到一个学生，那个学生超级棒，很棒啊！他没有认识我之前，数学是不及格，国中的哈、啊，他认识我之后就不得了，他上一次国中100分啊，国中100分啊，很难啊，嗯，很难啊，对啊，一次哈、啊。全校有几个100分，不像国小哎、欸，来，那个学生他上一次段考就考96分，就差一题就100分，他没有认识我之前都不及格，认识我之后就开始96。来听我讲，他最近才问我为什么要加一，就
这就观念不好。那那个小朋友是一个很好的小朋友，就是资质很好。他问我为什么要加一，他很棒啊、哦。那所以主任呢就另外再跟他讲，所以不会哈、哦，不会没有关系，但是你要问，知道吗？然后问了之后呢，你不能说主任讲完之后就讲完了，你要去想，知道吗？好，你们三个人不准讲，你讲。为什么要加一？因为那个中间有一个间隔，根本就跟我们回程，你以为听到间隔讲间隔就好了、啊？根本跟我们讲的不一样，好不好？好、啊，不是不能这样讲。来，同学看，来看这里啊，来看哈、啊，来这里是这里哈、啊，总共有十二个，减掉五个。什么叫做十二个减掉五个？专心听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这里是不是有十二个？从一到十二总共有十二个，这样子有没有问题？没，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。那么题目是不是从五到十二？对。五在哪里？一二三四五，五在这里，对不对？题目是不是叫我们算这里总共有几个？他自己也要算到。看到没有？如果你这个十二个，如果你这十二个，你这个全部的十二个，你减掉五个，你把这五个减掉了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五，第五个的这个地方被你位于中间，所以这个地方是还要加回来被你减掉了。可是你题目是不是要算，要把这一个也算上去？对啊。所以你把这五个减掉之后，你要把第五个加回去加上来，所以有八个。因为那是中那个主要的数。有没有听懂？听懂了哈。好，这里是一个哈，各位同学要注意的。好，一题，我再看看你们会不会。再来看，如果说是五十八，不能计算，加上六十，六十，再加上六十二，再加，加到加到一百六十。等于多少？那一样，同样的哈，看各位同学，最前面的加上最后面的有几个相加除以二？这个是不是要我们的答案？重点是不是有几个？请问有几个？来，专心看啊，我们要怎么看它有几个？53。来看这，58是什么？58是不是二有几个？58是2有几个？是不是29个？专心看啊，2有29个。60是2有30个，对不对？来160是2有几个？2有80个。来29个30个31个32个一直到80个。再来一遍，29个30个31个到80个，请问从58加到169，从58加上加到160，请问有几个相加？要怎么算？160要怎么算？80个减掉29个加上一个，所以等于51个，加上一个，所以有52个。有没有听懂？文嘉伟懂不懂？懂哈。再来一遍，算出来答案是多少？当然也很重要，那是决定你对还是错。可是呢，决定你对还是错的是这里。所以你要把这个地方怎么处理，你要想好。来，再来一遍。这样是三，对不对？三再加上一个六，是三的倍数。对。对哈。总共等于多少？专心看啊！我们刚刚那个高斯所想的办法是什么？是第一个再加上最后一个，然后总共有几个相加？看，首先看一下
八二一二四，这个是什么样的关系？三的倍数的，三的倍数，听到没有？有没有听到是三的倍数？三的倍数，看这里啊，这个十八是什么？三的几倍？三的几倍？三的六倍，三有六个，知道吗？二十一是不是三有七个？对不对？二十四是不是三有八个？一二六是三有几个？是不是四十二个？来，四十二个减掉六个加一个，所以是三十六加一，所以等于是三十七。这样知道吗？好了哈，好，现在呢要让你们讲了啊，你们要讲三角数，刚刚主任讲的那一些，哎。如果说刚刚那个东西大家很容易忘记的话，好，怎么办？来，专心听。如果刚刚那个公式大家很容易忘记的话，好，各位同学记住一个公式，来 ，T 型的面积，T 型的面积怎么讲呢？放大加下的。梯形面积怎么讲？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二。好，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二。你看啊，你看啊，这里有一个梯形面积啊。你看啊，开始，这上面是三个，然后接下来四个，接下来五个，接下来六个，接下来七个。好，这样子，你们弄弄。这里有一个梯形，看到没有？这里是不是三个？对，好，我们假设这下面呢有十五个，这上面有三个，梯形面积怎么算？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二。好，上底加下底乘以高，总共有几个？十五减三加一，十二加一等于十三，十三除以二，来跟我念一遍。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以二。刚刚呢，我有说要把它写成分数，但是呢，我看也没有几个人写成分数。国小四年级有教除法写成分数，如果你仍然使用这个，就代表呢，你还是没有融会贯通，你还主任教的你还是没有学会。刚刚仍然有人使用这个，我有吗？因为你刚刚是用公，你是带方法的，所以你没有带公式。记住啊，为什么要带这个？因为可以约分，可以让你的数目字变得很小。这样看到吗？来，跟我这个是什么？上底加下底得开始。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二，知道吗？对。这样有没有听懂？有听懂哈？来，我现在来看你啊，我问你啊，一加二加三加到五十六等于多少？你说。你哈，还有一个，刚刚你哈，你的问题出在没有写刮胡。刮胡，知道吗？刮胡要记得。来，开始。一、加五十六乘以五十六乘五十六，二除以二，除二。为什么这里要弄啊？你看，如果说你要五十七乘以五十六，是不是要乘很久？你如果说这里约分之后呢，是不是五十七只要乘以二十八就好了？有没有听到？听到没有？好，再来，给你一个最简单的。对你有没有很好？哦，超好的。开始。上一加一千。乘以
这里呢可以做约分，不管五零，然后再去乘零进去就好了，五零零零零是吗？写个五分钟就好，来。